除了这些小学员们的友情演出啊、助兴之外啊，我们今晚呢还有一群来助兴的美女。那么这是由谭颖指导的《花好月圆夜上海歌伴舞》节目来了，我们看，身着各式中国传统服装旗袍的姑娘们，一人一扇，一风景，一柄一钗，一摇台。再现30年代旧上海万种风情，请欣赏。今天在这舞台上相聚，那么我也很喜欢唱歌，能不能跟合作一把？哎，也合作一把呀。好，那你既然说有缘相聚嘛，想
尘世间能遇到一切都是缘分，对不对？今天在座的也有缘分来欣赏这个演出。对啊。那么呢，我们的合对手陈元献给大家。哎，我觉得这好。好，陈元。You know.